用匠心雕琢演技，用真心致敬舞台。本周六晚21:50，浙江卫视《好看中国蓝》带你回顾演员的诞生、12强成长之路，重温经典作品，回味动人时刻。自己老婆我都收拾不了，我怎么收拾敌人？我不能保证活着回来。爸，我爱你。命去吧。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一辈子没出息。下周六晚22点，演员的诞生总决赛燃情收官，让我们共同见证感人至深的巅峰时刻，敬请期待。